12月27日，汪峰在微博上晒出海滩全家福为醒醒庆生，并配文：醒宝，这沙滩上的几行字是爸爸妈妈给你的4岁生日礼物，我们相信这是一份非常特殊的、真挚的、无价的礼物，希望将来有一天你翻看往昔的照片时能够喜欢，能够懂得爸爸妈妈给你的这份质朴的爱与祝福。照片中，章子怡挺着孕肚与汪峰醒醒合影，身材和状态依旧很棒。醒醒站在汪峰、章子怡之间，和爸妈手拉手，画面超温馨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